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今天上海这边下了雨，我前两天不是去一趟苏州嘛，去一趟苏州跑了一趟门点，然后回来了，觉得这个人干不了。我回来上班的第一天，大姐请假了。大姐请假，我纳闷了，为什么请假呢？她告诉我是情人节，她要过情人节去了。我说好吧，那个我都没有想起来过情人节，她想起来了。大姐还挺浪漫的。大姐姐过完情人节之后，这回来，这车速都快得很啊，车速都比之前快了，直接把我给甩过两条街了。你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啊？土豆汤、牛肉，你上来吃点牛肉。有啊，好好好，一会儿啊，一会儿、啊。撞烂了，问大姐怎么回事。我看你驱动轮上面那个灯烂了啊，谁撞的？早都烂了呀。谁弄的？一开了就是烂。不是说谁弄，他这头赔钱都赔过了。啊？赔钱都赔过了的。啊，赔过了是吧？人家是在货场里面他们撞，你看这么牛肉。你这个牛肉。你勺子还是用？你勺子吧。算了吧，你自己用吧。啊？你自己用吧，那个牛肉可以啊，还有个骨头汤。牛肉，我这骨头汤，我来给他喝完算了。那牛肉这么多，你吃点。哎呀，你这个生活可以啊。哎呀，就生活太差了，才营养不够，这是多搞点吃的补的。你补那么多干嘛？缺营养。缺营养。那不用不用，你吃吧，你吃。还挺多的，搞点骨头汤。我买了红枣煮水，天天喝红枣水。你时间不够啊，你天天自己做饭。我早上，要不然来晚一点嘛，起来早。在搞饭搞菜，今天吃外面这个，一个月吃长了，身体不好，掉头发。掉头发。我这两天一天1斤红枣，煮那个红枣水喝。我一天这样，这个能喝2杯，带了一杯回家还喝一杯。这个2杯啊？嗯，我带了一杯，然后这开始这瓶里还有一杯，然后就这样喝的。你喝多不行啊，你喝多上厕所怎么办？现在都是箱子里面了，不管了。箱子里面方便。对，昨天买了300多块钱牛肉啊、排骨啊，是肉。300块钱肉。嗯，这样的下去光赚钱，像你说赚钱没人花了，自己花不上了。又买了4斤牛肉。4斤熟牛肉你煮了，煮完只有3斤左右。什么3斤啊？2斤4两。啊？1斤出6两。哦。那个跑长途怎么样？跑长途你天天对那个车上吃，在车上喝。对啊，咱俩天天吃车上住车上。我就是怕那个不洗澡难过。有洗澡吗？加油的地方能洗澡，能洗衣服。这我知道，你不这么巧的。怎么不这么巧？2天1次。你不是天天那条线呗？那2天加次油啊，也就是说2天洗一次澡。那说车上得弄水箱，不弄水箱用水真不方便。再给你装个水龙头。再给你装个水龙头，然后给你拉个帘子，就在车上就冲了。那搁车上吃，搁车上住，你再买菜，搁车上烧饭，够忙的。那不可能的。他们都车上买烧饭，不是，就是这加油的时候就菜都洗好弄好，直接。半个10分钟20分钟菜就搞定了，煮米饭是车上煮嘛，他这样。那太乱了，车上弄得太乱，不行。跑长途咱们两个挣的也不多，一人1万块钱2万块钱是吧？不划算。不划算。你再跑那个长途。要是4万块钱差不多。1万是27000，没意思了。2个人27000是吗？嗯。2个人跑27000，那要跑那样的长途啊，要跑那个快递啊，要干净，是吧？嗯，跑快递那就不停着了，那就是。那哪是不停的？跑到那头装货，你那边老板还给你租的房子，有宿舍，这头有宿舍，都有宿舍了。哦，那也行，那跑快递工资高一点。我认识好几个跑长途都不想跑。你认识好几个跑长途的都找你没有啊？跑长途。对呀、啊，都找你啊！嗯，都要带着你去跑长途啊！我这不也来带着你去跑长途了吗？
他们都喜欢要给我带着跑，我不去他们跑不了多久就不跑。那你肯定的，人家都想着让你给他开一开车嘛，让你干一干活。什么活都干。对。上去能开车，然后开完车下来洗洗衣服做饭。嗯。做饭之后加油。加油之后再上去再开车。他们想的不对了。他们那个还都单身，他更加不那样了。那肯定是单身的才找你啊。他跟男的合不来了，跟女的好一点嘛。男女搭配吗？嗯。干活还不累啊？累了，哪里不累？干活累也没事。累，他也愿意哈。对，累了也愿意。哪知道呢？非要找我跟他俩合伙干。这个袋子就装牛肉的，还装牛肉吧？你不吃，我也吃饱了，你现在不吃了。我这里有将近半斤多牛肉了，不少了。一下吃完吃太多了，吃不下这么多的。像我们女的方便，关键是。方便啊，女的和男的一块方便。哎，我感觉到哪都不方便，在车上你这多不方便，一天到晚在车上，就是最起码得24个小时在车上。你想想看，就是一出车就24个小时，那2000多公里才给你这么多钱啊？没有2000多公里，没有这么多钱给你的呀？那肯定了，挣钱、啊、挣钱。挣钱不容易啊。嗯，他们节油奖还能，我还没有。钱不好挣呗，开个短途，到处都仓库，啊，进仓库好了，继续再练嘞，上仓库好了。上仓库里边装箱。啊，进你仓库，进阳山。这个车子进阳山也可以进了，这个电车不用的话，还有一批。可以开400公里的人家电车，可以进阳山进2趟，进阳山进2趟可以的吧？400公里。嗯。